欢迎大家收睇小节跳动 Bardance， 我系 City 嘅 Mira。咁我今日请嚟咧，身边就系阿永啊。咁你不如自我介绍下自己先啦。Hello， 大家好啊。咁我系阿永啊。咁啊，大家见我拎住啲吉他就知我其实系一个吉他手啦。咁啊，其实我除咗系吉他手之外咧，我亦都系喺录音室做嘢嘅。咁我亦都系一个录音师同混音师嚟嘅。咁犀利啊！哇，录音师啊，混音师添、啊，哇！其实咧，我想讲，啱啱我同阿永识嘅时候咧，系经过一个好搞笑嘅一个经历嚟嘅，就系、是、我同阿永阿永 sorry 阿永去买 MIDI 琴，跟住识咗，跟住我唔识搞啦，跟住然之后佢就逐步咁样教我点样用，跟住我先识，哇、哦！原来你又识 mixing， 又识，哇！录音好劲啊！咁跟住啦，我就想问下你，其实咧我都知道你平时会摆啲作品上去 IG 啊同埋 YouTube 度噶喎，咁你通常会弹啲咩歌比较多啊？或者你会唔会尝试下一啲新嘅类型啊咁样噶？其实弹咩歌比较多啊？我好多时候我都系咁啱想弹嗰只就弹噶，系啊，就都冇话好特定咩歌嘅，咁啊，亦都其实都 keep 住有试啲新嘢嘅，即系不论系唔同嘅曲風嘅嘢啦，或者係編曲上會做啲會唔會做啲特別啲嘅嘢啊等等啦，都 keep 住其實不斷咁嘗試新嘢咯。非常好啊！我知道我哋今日咧其實準備咗一首歌曲啦，其實我哋都係改編自一個都比較 pop 少少嘅風格，係嘛？都係咁，我哋就會帶俾一個 bossa nova 形式嘅歌俾大家啦，就係鄧麗君嘅《但願人長久》咁。为什么我们揀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适逢中秋节啦，那我们就揀首比较贴题一点的歌给大家的。那我们就将整件事变到 playful 一点的 bossa nova 的形式啦，那稍后大家就细心欣赏啦。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惊流于雨，高处不胜寒，专诸葛第一壶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曾相偏是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惊流于雨，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专诸葛第一壶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曾相偏是缘，便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听完首歌之后呢，希望大家都喜意我哋呢个比较 playful 少少嘅改编啦。我自己唱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开心，好清新啦，系嘛？咁好啦，咁除咗要多谢阿永今日改编咗呢首歌啦，同埋嚟呢度咧同我弹呢首歌之外咧，我哋都要多谢后面咁靓嘅场地，就系 Sharon Studio 啦。咁Sharon Studio 系咩嚟嘅呢？其实咧，佢系一个一站式嘅 rehearsal room 啦。喺呢个夹 band 咧，除咗地方阔落啦，同埋好干净之外咧，仲有录音同埋 mixing 嘅服务俾大家添啊！佢哋系用最新嘅录音咪啦，同埋音响设备啦，最多可以支援同时12条 track， 同步192K 高品质嘅业界标准录音啦。咁你哋 rehearsal 完咗之后咧，其实呢度用录唔到嘅，但系咧，如果你想佢哋 IG 见到咧，其实 Sharon Studio 仲有一个 chill area 俾大家咧，录完音之后咧就可以坐喺个 chill area 度啊，同大家倾下偈啊，同埋听翻你哋嘅作品嘅。Sharon Studio 咧定期都会发放佢哋嘅音乐作品啦，或者佢哋唔同嘅新嘅动向啦，喺佢哋 IG 啦同埋 YouTube 嗰度俾大家睇嘅，大家记住留意翻佢哋嘅 IG 同埋 YouTube 啦。咁继续咧，要多谢 Sharon Studio 提供场地俾我哋啦。佢哋除咗有录音啦、4K 拍摄、后期制作服务之外咧，仲有音乐一定会用到嘅监听耳机 IEM 啦。大家有兴趣都可以 click 入咧 description 入边个 link 啦，去到网站听嘅详细资料啦，同埋耳机嘅采用嘅技术噶。头先我录音嘅时候咧，都系用紧呢个耳机嘅，咁我听落去咧非常之舒服啦，亦都唔会觉得好。即系戴起长时间嘅时候咧，都唔会觉得好辛苦啊，完全系非常之舒服嘅状态咧，就完成咗呢个录音嘅。咁咧，Sharon Studio 定期都会发放唔同嘅音乐资讯啦。咁如果你哋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佢哋唱歌嘅嘢啦，或者佢哋最新嘅消息嘅话咧，都可以去佢哋 IG 啦，同埋 YouTube 嗰度咧去 follow 佢哋嘅。好啦，今集嘅小节跳动 Bar Dance 咧就暂告一段落啦。咁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定期发放我哋新嘅唔同嘅 cover 啦，同埋唔同音乐人去 collaborate 嘅一啲 cover 咧俾大家嘅。咁大家咧如果中意我哋呢一集嘅 Bar Dance 嘅话咧，记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我哋唔同嘅 social media channel， 俾多啲支持我哋，咁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嘅。Thank you， 拜拜。